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各位網友，咁啊，九月二十六號嘅《啤李漫步》嗱，今日我哋節目真係要做快啲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哋今日咧，嗱星期四啊嘛，咁當然後有呢、這個同道萬里人嘅環節啦。嗱，同道萬里人，因為有邊個咧？屌你老母咁撚樣個頭哦，犯咗因為阿 Victor L 咧，佢話佢肝糖啊，咁啊唔緊要嘅，咁所以今日應該就係如無意外，就係佢播出嘅最後一節。嗱，嗰個都唔係重點，重點就係咧 ，Victor L 會現身說法咧。就會同大家解釋一下佢嘅新產品。嗱呢啲嘢好古惑嘅，因為佢而家喺出邊同我做緊生意。但係咧，真係咧，有陣時我咧，有陣時我其實我幾佩服自己嘅。佢琴日同我講個電話嘅時候咧，同我講一兩句説話咧，我啲冇聽白，我啲心中知道將會發生乜嘢事，而今日就竟然係發生咗。佢直情呆咗，你點？因為喂大佬啊，你哋真係你班友真係喐下條尾，我都知你想做乜嘢啦。咁但係呢個都好合理，好合呢、這個人情同商情嘅。咁我明白㗎。咁佢而且佢老細咧會送大禮啊，開倉啊，哇真係好撚犀利！今次個禮物 ，OK。咁我哋當然啦，無論如何我要多謝個贊助商啦。咁啊各位網友要留意今日嘅節目咧，個節目個問題啊隨時就未必關我哋今日講嗰啲風光啊景色嘅事啊，真係隨時大家要留意啦。OK， 好啦。咁啊嗱，節目開始之前咧，我話好肚餓。我而家真係其實我唔係食得少嘢，我下晝係食咗個快餐店嘅飯盒喎。大家諗下涼瓜雞翼飯，咁嗰啲汁水你諗下幾多？哦、但係我都咁肚餓，咁我懷疑咧唔知係咪邊度飽啊？唔係啊，飯大大團飯啊嘛，我唔知懷疑係咪飲咗補補茶咧，去咗其實去滯嘅感覺。OK， 佢真係隔糖分嗰啲我唔知啊，飲咗幾日係嘛？咁我。總言之，我就肚餓啦。去到呢個時間，咁我都唔知點解。咁啊，即係應該正常嚟講，我有打嗰啲針咧，減肥針嗰啲類應該我會胃口受影響，但我係冇嘅，我係照係咁食嘅，真係好奇怪。好啦，琴日咧，我話俾一支星龍王阿林康正去試用，我頭先問佢有冇噴過，你覺得個效果點樣？都 OK。OK 嘅。OK。即係冇唔會出現戇鳩鳩嘅都。OK， 咁但呢個係你第一日，即係第一次，算係幾適中。OK， 好啦，我就講冇研究調查就冇發言權。好啦，我而家手上面有啲星龍液，係我賣曬啦。今日啲嘢已經翻咗兩次喎。星龍液都賣曬，星龍液都賣曬。再我琴日開咗支。好，即場茶。我而家現場唔係茶，係噴。現場表演噴星龍液。當然啦，你哋唔好諗住我攞條鈎出嚟。為咗證明我呢樽嘢係堅嘅。我去噴下肚腩度先。屌肚腩嘅嘛係啊！即證明，屌你真係人哋做小拍小 A V 啊，呢個噴拎條撚出出嘢咧，就話俾你聽係堅嘅。嗱，聽唔聽到聲啊？堅噴。有嘢嘅入邊。有嘢嘅。係。OK， 好啦，好香。而家我噴下都，聞就聞嗰啲味喎。哇！乸啊！唔係，係有啲冰涼嘅，好撚舒服。OK， 你噴過啦。係。好啦，我要噴聞啲。OK， 慳啲噴。頭先我噴成七八下。其實冇乜感覺喎，我冰涼我都 feel 唔到。少少咯，水咯，即係有啲水咯。OK， 好啦，咁但係咧，嗱，我呢一支咧，頭先我噴之前咧，我就問咗阿 Victor L， 我喂噴完會唔會戇鳩鳩？佢話唔會，佢成日噴嘅。係咯，咁佢話因為我嚟保養，我話屌你老母真係，我真係成日都係捉唔到個重點。第一，我而家用緊係星龍液，唔係星龍王。星龍王先有嗰種即係收活潛意識嘅效果，即係我理解嘅嚇。第二，喂，大佬，個重點梗係唔係收活潛意識啦，梗係唔係又話乜嘢咩尿頻啦？個重點梗係要屌你老母，大振富光。正所謂嗱，正所謂老夫老伴如新婚，再不是夢。哇，老伴可以如新婚喎、啊！屌你咁珍重感情，促進家庭和諧喎、啊！哇，我哋啤你漫步咧，我哋嗰個發揮個效能啊，豈止係一般同香港人消消氣咁簡單啊 ？OK， 喂，如果家庭和睦埋，喂，真係咧功德無量啊！係嘛，阿正，我哋真係分分鐘咧，真係立地成佛啊！唔係講嘢，飲啖補補茶先。好啦，我而家睇。噴完之後，我睇下究竟
咁啊，喂，會唔會戇鳩鳩？頭先我就問佢呢樣嘢，係唔會嘅，因為咧，佢係要有異性接觸，嗯，啊，佢先會嚟料嘅。係，喂，如果唔係有啲產品一噴撚完，屌你戇撚鳩鳩黃梅邊喺條街度，咁你就大陰惡啦，係嘛？唔撚得㗎嚇 ，strong baby 都唔會，都係有女體接觸 strong baby 唔會嘅。見到自己會嚇，掂到就會咯，咪見到女都會。見到有冇會唔會啊？應該唔會嘅，應該唔會嘅。OK， 好啦，咁我 Strong Baby 我有貨㗎，大家隨時都上嚟睇你各色其色啦。咁但食落肚同噴外就唔同嘅，你試過呢啲係噴落去慢慢 AKK 嘅技術滲透落去，咁啊詳細情況咧，女仔都用得嘅喎。各位小姐唔好客氣喎，係嘛？佢除咗可以催情之外咧，佢亦都可以修復你即係個下體，一陣啦，等下 Vita L 嚟問就得啦。而且咧，我琴日講開啦，今日好多人問我啊，咁可唔可以食啊？點樣？屌冇人冇咁，你咩叫食咧？我就想話食，你就要真係直接地成支飲啊！咁樣佢就飲食咧，就真係要倒落嗰啲器皿啊、面啊，原來咁樣食嗰啲叫做食。你嚟其實你係口交啫，即係屌你老尾口交講嚟唔使怕醜嘅。今日啊，淨係敲我玻璃門啊！都超過十個客，我都唔明白，我有 sales 喺度，有男有女，你哋問佢咪得咯？個個都介好似怕怕醜醜咁，使乜怕醜啫？上嚟買呢啲真係好撚普通嘅嘢㗎咋？因為點解咧？大家都唔係細路仔，年青人啊嘛。咁有陣時，喂講真，又唔會話笑你嘅，啊！大家敞開心扉，好似我啲女網友上嚟買大波膏，咪買大波膏咯，唔會笑佢㗎。係啊，去 period 痛買嗰個 period care 咁更加唔會笑啦。呢個唔會有事啊，係咪先？喂，點會有啲人即係你十零歲咩？你嗰種 OK？ 好啦，我哋唔好講咁多，我哋講下新聞先。哇！終於香港有盛事啦，我覺得。如果你問我嗱，我唔知佢舉行成點，亦都唔係第一年搞，但我就咁睇個陣勢啊。起碼我覺得2024年嘅香港咧，如果你話哇，真係可能會吸引好多人啊，香港人啦，或者甚至乎啲遊客去睇咧，反而係呢一個已經搞咗幾年嘅活動喎，就呢個日本秋季宴香港魅力再發現嚇、啊，又日本係啊，又日本啦、啊。你淨係講下我哋上半年啦，都唔係咩領事，即係日本，即係個用個國家力量去搞啊。派個叮當嚟啊！唔係派，佢哋自己嚟啊！嗯，喂，都咁虛涵啦，全城咯，啊，都咁虛涵啦，係啊，係嘛？喂，我仔都話佢個仔自己戇鳩鳩一個人啊！我仔都會約埋啲 friend 啊！喂，不如出去睇下啦咁樣，即係我就冇啊，但係真係好多人會去嘅。我哋逼緊事。係啊，真係唔係啊？譬如如果我冇遺意啫，如果我夜晚有陣時心血來潮，我唔好遺意啊，因為喂我都會即係因為我哋都係睇叮當大噶嘛，揸架車過去望下㗎。就算沿路望下都好啊，會咁樣諗噶嘛，咁咪旺咗咯，係嘛？好啦，係乜嘢事咧？嗱，原來日本咧，琴日啊就搞咗一個活動致辭啦，即係因為點解咧？這個日本秋季啊，就由呢個十主要集中喺十至十一月舉行，咁佢梗係要宣傳下先啦。琴日就嗰個宣傳嚟嘅嚇，咁啊宣傳嘅時候咧，咁當然啦。最重要嘅就係日本駐香港個總領事都出席啦，啊，江田健一。咁喺致辭之前咧，就關於到日本秋季宴香港魅力再發現嘅活動致辭之前咧，咁啊提到咧就上個禮拜九一八啦，深圳一個即係日童啊，或者你夾硬要叫佢日中混血兒都得嘅，都冇錯嘅嚇。咁啊遇襲身亡嘅事件，咁啊要在場人士默哀一分鐘啊。咁啊活動後佢表示咧，日本男童喺深圳日本人學校遇刺事件好不幸，亦都感謝港府同埋警方喺事後對在港日人嘅支援。我又唔知道在港日人有咩支援啊？佢提醒日本人咧，認為香港同深圳情況好唔同，佢都認為係嘅。不過佢亦都認為要加強呢一個安全意識啊，有備無患。咁啊，你哋可以覺得佢唔啱聽嘅，咁但係咧，作為一個負責任嘅人啊，當然要加強啦。你點知有冇傻佬啊？你淨係好簡單啫嘛，稍後我都會講埋啦。嚇、記協嗰單新聞啊，即係俾啲記者俾人哋兇啊。嗱、我唔知啊，我唔知道。但你問我咁即係直覺嘅，我都唔覺得係官方做嘅，我都覺得係梗有啲傻佬啊！呢、這個世界上啊，唔知啊，我唔知啊。喂，咁我點知有冇傻佬啊？啊，嗱，老老實實講。你話 general 嚟講咧，香港當然係日本嘅好朋友啦。嗱，淨係琴日佢講啊，唔係我講啊。
日本駐港香港總領事江田省佢話齋，我哋喺八月，我哋八月訪日嘅港人人數，嗱，因為今年九月，而家咪知道八月咯，嚇、啊，去到180,000，竟然係2019年，即係即係所謂嘅正常情況底下，再升咗20%，淨係八月份係去日本嘅香港人180,000。人次好咁，百180,000人次，我覺得係170,000+噶啦，即係哇，即係平均一日60,000人喎、哦。嚇、啊，唔係咁你咪計咯，180,000人次，你估計啊，170,000+咯，因為有啲人會去兩三次嘅，的而且確出出入入嘅，或者帶貨啊，或者真係中意日本。屌你老母！我哋梗係中意日本啦、啊！我同大家講，唔止香港人中意日本，你係揾唔嗱？你首先我要同大家講，日本當然有好多社會問題啦，每一個社會都有社會問題嘅。嗰啲社會 keep 到自己係冇問題，好似北韓嗰啲係最有問題嘅，點會冇問題啫？每一個社會都，但日本的而且確係值得人嚟喜愛嘅喎、啊。我識有人啦，佢話死都唔肯移民去加拿大同英國。係，佢原因就係、是，喂，要去日本玩時啊，咪搭好耐飛機。啊，都呢個係道理嚟㗎，係㗎，係㗎，我都有呢樣，我喂唔好講人啦，我都有呢樣嘢㗎。嗯，啊嗱，好簡單，我同大家講，我識有啲人咧。我認識嗰啲人，唔好講邊個啦，大家好，大家可能都好熟悉佢嘅，即係我哋有台嘅台長。喂，佢細幾耐啫？一年前、兩年前，大家有留意佢節目？佢話佢唔去，未去過日本添。嗯。喂，而家佢係點樣咧？嗱，當然佢話係商務啦。咁我自己覺得，除咗商務以外，佢都真係俾日本迷住嘅。嗯。啊！佢話你真係吹撚漲啊！唔好話我哋由細到大受佢嘅文化影響啊！唔好講嗰啲，日本喺每一個領域入邊咧，其實咧都係有啲嘢值得你去，我唔好話一定係好啊，因為係好值得你去欣賞嘅。嗯啊，我先唔好講話佢保留咗咩唐漢文化，唔好講嗰啲啊，佢保留佢自己傳統文化啦，佢嗰種職人精神啦，佢嗰種靜啦，嗱、啊、你可以話佢虛偽，喂，用教材一樣係有殺人犯係有啦，全世界都有啦，因為我變態佬，喂，好撚變態添佢哋。係，但係。對於科技啊，去陳列啊，又或者對個體嘅尊重啊，話譬如佢電話，喂好撚細聲喎，唔聽電話，就算跟住即刻，然後仲甚至乎會做角喺個地鐵站啫喎、嗯，可能佢個震機啊，都唔係響機啊，震咗去望咗一望，跟住佢都會有一種好似咧驚騷擾到少少人哋，人哋俾佢個鞠躬嘅，有啲歉意嘅表情嘅、嗯，你哋會唔會先？日本當然值得痛愛，即係我哋中即係好痛愛呢個國家啦。喂，你諗下，我哋成日話每一個地方有唔同嘅啊文化，但係特別係自從所謂一體化之後啊，地球，喂，你去到度度都真係差唔多嘅喎，係唯獨日本就好唔同啦。日本講衰啲，連一個真係好大型嘅 shopping mall 你都唔係咁容易揾啊！唔係話日本咁咩？我意義嘅 shopping mall 就真係我好，即係你喺香港見到啲。佢日本會有啲 outlet， 會有啲自己嘅店，會有百貨公司，佢都有啲咁樣嘅shop 即係個 mall 嘅。但係因為佢做得叻過你哋啊，佢超前咗啊，所以佢好多咧，你以為係百貨公司啊，其實係商場個體户，係開放式嘅，好有特色嘅，因為小店容納到啊嘛。啊，嗱當然啦，佢小店容納到或者舊店容納到，其實就亦都顯示咗另一樣嘢，就係經濟嘅增長慢，呢個係事實嚟嘅。但係你咁快做咩啫？其實講嚟講去就係啲人民有冇飯食嗱，其實日本經濟真係好差，如果唔係大久保公園就唔會成為呢個即係熱點啦，即係成為呢個世界知名嘅景點啦。啊，喂，但係咁講喎，你話係經濟咁差嘅話，啲女要做雞喎。你 general 啊，講一般嚟講 ，general 嚟講，你覺得究竟係日本人嗰個生活水平好啊，定係我哋偉大祖國？嗯，我哋偉大祖國當然有好多人好啦，住城市嗰啲啊，中上產嗰啲咪好咯。但係幾多人係點啊？但係佢哋城中村喂，但係你諗下喎，喺日本會唔會有人瞓街有？全世界有，但係 general 一般嚟講，佢哋好艱苦，因為經濟真係麻麻地。但係佢哋都係食到一啲比較，即係過咗個比較 decent 嘅生活，合理啲嘅，係嘛？喂，咁日本計喜人不愛啦，我下個月又去日本啦。係係啊，19號啊，你揾定人啊？九號到幾時啊？唔知啊，幾日嘅啫，幾日嘅啫。啊，我到時我唔撚記得嗰陣時，我咪話。因為送咗機票俾我啊嘛，明古屋啊，係啊，明古屋啊嘛，我而家真係越諗越抵啊！喂，四皮嘢兩套商務喎、啊，哇，抵喎、啊，來回、啊，即係英國嗰套一套咯，
哇！去英國一套來回，然後送多一套日本來回，商務大佬係商務，咁我先買啊嘛，瞓喺度可以係啊，梗係啦，冇啦。其實講真，如果短程機我覺得冇乜所謂嘅，長程機咧，你係搭 Y 卡先唔緊要咧，始終係錢嚟噶嘛。喂，真係大家可以考慮喎。屌，我遲啲有機會咧，我會搭一程啊，即係出年啦，睇下會唔會就搭因為我啲 friend 同我講咧，佢話如果搭卡塔爾嗰啲 Y 卡士都 OK 嘅。轉機咯，就唔好撚咁辛苦嚇。咁、再唔係嘅，你話商務佢三千零磅，即係三萬幾蚊喎。咁但係冇多程送喎，咁你都冇咁抵啊，係嘛？如果你有啲國泰嗰啲真係咧，真係好撚痛苦啊！嗰啲十即係佢因為縮得太細啊，而家啲位佢唔知個前後啊。屌你！佢連呢個位咁樣夾撚咗啊！你好撚難頂啊，大佬！如果你十幾個鐘就點會死人㗎、好啦。咁啊喺日本咧，江田健一咧，即係喺個致辭亦都提到，佢話希望港府咧，就係因為中國同日本咧就話傾掂咗啦，達到共識啦，咁啊中方會逐步恢復啲水產品進口嘅。佢話但係而家咧好遺憾咯，港府仍然禁止日本十個都縣水產品進口。不過嗱，大家聽清楚日本人講嘢啊，直到呢一刻。香港都仍然是日本水產品最大的出口地啊！好多謝港人信賴，冚家產你撳撚咗十個，都完，都仍然是日本最大的水產出口地。多謝港人信賴，我哋梗係信賴啦。我同你講，只有嗰啲死絕全家、不值得生存喺世上的人，先會懷疑都懷疑乜嘢啫？而家我哋而家我夠膽講啊，因為我哋中方都唔懷疑啊，話陸續恢復啊。喂，咁點先？佢話希望港府能夠盡快作出正確判斷，咁即係話佢以前嘅判斷唔正確啦。屌你老味！但係真係有人驚嘅喎，我真係唔撚知。咪唔好食咯！屌你咪喂，就算我真，我話俾你啊，就算真係嚇污水啊，我都未撚驚啊！我從來秉承住噶。係，我由細到大聽呢樣又話死，嗰樣又話唔得，咁我食得乜撚嘢啫？嗱，如果一杯。是一杯核污水，一杯香港的鹽水，你要喝哪杯？冇所謂，我基本上我連香港鹽水我都唔驚。係驚啊！喂，講真，屌你老母，你真的要喝好撚多啊！喂，大佬啊，嗰只變曬色嘅喎，香港嗰只係咪先？喂，我真的唔驚。喂，講真啦，你哋啲人笑咋，我唔中意食咋。如果我中意食啊，我順德魚生都未撚驚啊。好，真係噶，我唔中意食啫嘛。跟住咧咩啊？其實我真的不怕的，不過我不會吃，我又不是吃不起，我已經熬底了，不是，我又不是吃不起，我有什麼吃，喂，由細到大，屌你，有什麼吃下肚，我告訴你，對我來說，我不是說你們，不是一吃下去就，我什麼都夠膽吃，不過喜不喜歡吃而已，喂，其實我們小時候吃過很多東西，那些人說呢，什麼那些，那些田雞都說很多菌，田雞刺身有沒有吃過？沒有啊，試一下吧，田雞刺身我未必吃過，真的，屌使乜驚啫？我唔係我唔係佢唔會即刻死啊！唔係啊，好核突啊！即係雞肉刺身啫嘛，係馬肉刺身啫嘛，我覺得核突啫嘛。雞肉就核突過馬肉，好，但係都有我都食過，但係我覺得好核突咯。即係個感覺嗰啲喺日本食唔怕，喺日本食㗎，但係我都覺得好核突啦。喂，即係老實講，驚得咁撚多咩？屌你老母閪！好話唔好聽啊！耐唔耐飲下涼茶，再飲下呢個咩酒？喂，個不都係咁講啦。有啲撚樣屌你老母！喂，翻大陸佢哋都知㗎，翻大陸啊食淡水魚啊嗰啲，佢又唔撚精。屌你咩？其實就係嗰啲民族主義作祟。喂，嗰陣時我哋自己唔識，已經引用過好多唔同嘅科學，我哋用科學嚟睇個問題。喂，真係冇問題㗎喎。學你話，即係喂最撚唔退嘅，而家 friend 咗啫。韓國佬都冇炸型。喂，你老實講，如果啲所謂嘅核污水啊，真係會影響咗啲海洋生物或者食落去瀨嘢，屌你老母啊！你第一個拉撚翻我啲中國漁民先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我哋講下點解話呢一個咧係隨時，即係嗱，江田健一，江田神，老實講，你條友啊成日走去食雲吞麵，有呢樣嗰樣咧，我哋都好 appreciate 嘅。講真。香港人咧喺呢一件事上面，我唔知道，有啲人為咗揾食，係嘛？淨係呢一單嘢，香港政府有冇出過聲關於呢個日本兒童被刺？就冇啦，係嘛？我明白佢點解唔出聲，但係點解唔出聲？
我夠膽講，我唔夠膽代表曬所有香港人啦。但係香港，我相信95%以上嘅人都一定覺得，屌你有冇搞撚錯啊？個僆仔有乜撚嘢錯啊？佢話：屌你嗰條撚又係嗰姓鐘嗰人，係乜乜嘢心態道理啊？究竟點解要殺人啊？喂，六月份佢啦，阿胡友平嗰條又點啊？喂，唔撚使交代嘅。講真啦，如果日本再發生呢啲事喺中國，或喺邊度都好。唔撚抵可憐㗎啦！再有呢啲事，去到而家就，屌你老母！你自己唔作出一個正確嘅選擇同埋部署嘅話 ，OK？ 好啦，我嚟睇下點解我話呢一個咧，可能呢個最大嘅盛事咧，2024年竟然係呢個咩日本秋季電香港，我哋睇下有乜嘢先。舊年咧秋季舉辦，我睇翻啊，江田健一講啊，有159項活動喺香港。今年咧去到依家咧，只不過係。九月尾已經超過接近100份的申請了，數量和去年相若。他說呢、今次呢、個活動呢由10月開始舉行，他說主要有什麼呢？主要的大型活動，不要說小的，美食盡享舞霸秋季2024、日本舞蹈巡禮暨大都展2024、我愛壽司展、認識日本100年老店鋪文化、傳統、現代和挑戰講座、家族風景線、森田芳光電影作品選等等。咁啊，今次呢個即係活動咧，就涵蓋電影啦、表演藝術啦、藝術工藝啦、飲食啦、體育知識交流同埋銷售推廣等等相關活動。嗱，第二啲人做呢啲嘢咧，我就未必一定有信心啊，特別香港政府。你日本仔動員國家嘅力量，或者去揾日本嗰啲商界啊、藝術工作者嚟推廣做啲咁嘅。展覽啊、exhibition 啊、銷售咧，喂，我做咗10年日本製公司，我梗係信心十足啦，一定、一定有趣、有樂有分啦、啊。嗱，佢話最矚目嘅咧就係、是、由香港日本料理店協會主辦，一年兩日，嗱、都係喺維園啊舉辦嘅。頭先講咗啦，美食盡享舞霸，舞霸即係跳舞個舞啊。秋季2024開放嘅時間咧就係、是、星期六嘅下午2點至9點半，星期日就2點至9點。活動當日。有各種嘅日本美食、商品、舞台表演之外咧，佢哋更加會咧，哇！日本魚腩盤節都嚟埋啊！屌你老味，盤節個舞蹈同埋個御神慶啊！即係我哋去親日本嘅先，特別京東咧，突然間唔知做乜撚嘢，托條撚啊，托住個唔知乜嘢出嚟嘅咧，嗰啲咩掣？喂，你唔使啊，就咁隔離睇啊！你唔知講乜撚嘢，有啲你唔識嘅，你都會覺得好撚過癮噶。嚇、又著和服啊，啲女又大波啊，又嚟誒揈下揈下，係啦，佢話。參與者咧，嗱，仲有啊，參與者即係佢呢一個舞霸秋季2024啊，只要去現場打卡，將相片上載到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咧，就有機會贏得由日本航空贊助嘅來回香港日本機票。正喎、話你話係咪點啊？佢話咧，今年係第4年啦，舊年為期兩日，得1.6萬人，但係舊年咧就落好大雨，佢話希望今年唔落雨啦。喂！舊年都16000人實在太削啦，今年我哋真係要俾啲顏色啲日本仔睇下。喂，我覺得起碼有真係10萬8萬人入去睇啊，兩日。好啦，其他活動方面，嗱喺饒宗頤文化館舉行嘅日本舞蹈巡禮兼大刀劍展，咁如果中意呢啲兵器嘅朋友可以去睇下啦，係啊。好啦，另外咧嗱，蒙面超人50周年紀念展啦，正啊，係啊，9月28至11月24嘅呢個 ，OK。喺呢個Inkbase Arena 度舉行嘅灣仔街市文化娛樂中心咧，就有古田茂美教授辦嘅認識日本100年老店鋪文化傳統現代同埋挑戰嘅講座。咁我諗應該有翻譯喺度啩啊。咁啊，11月17號嘅10月23至27就中環新海濱舉辦呢個日本文化祭啊。另外咧喺各大商場同埋超市咧都要推出時令嘅日本產品優惠。包括清酒、零食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喂，呢啲咪似樣咯。喂，老老實實講啊，屌你嗰陣時，我哋喺 Sogo 啊，一有咩唔對路啊，超市嗰啲整個唔知乜乜掣啊，搞撚點啦？屌你老味！喂，我哋就熱愛日本，吹撚漲啊！好啦，有乜辦法唔愛日本咯？日本今年嗰個選舉會唔會應該今日20幾號啊，20號應該呢兩日？都知噶咯喎，會唔會爆冷啊？有冇得爆啊？自民黨算唔算係？我知啊，咁啊，喂，選個女主席，咁啊有個女首相噶咯喎，
難啲，女人係啊，我覺得都難啲嘅，應該都係有邊個嗰個仔啊，嗰、那個機會大係咪？佢民望高咧，但你要嗰啲黨員啊，傾得掂數啦，佢支持先得。係啊，真係好難講嚇，過兩日就知啦。喂，嗱呢一單嘢咧，嗱今日判成點啊？我入嚟之前你已經聽到喎，結果報到未啊？頭先睇到求緊情，仲求緊情，嗯。嗱，今朝咧七點鐘咧。咁啊，法國啊，地方法院地法院地下面已經有好多市民排隊啦。咁亦都有好多人打尖。咁後來啲 security 咧啊，都會控制到嘅。咩人打尖啊？啊，嗰啲人問佢咩市民又唔出聲又唔成，低頭玩手機。嗱，老老實實講，我真係唔明。咁當然啦，以前有呢啲嘢喺呢個香港地度出現嘅時候咧，講緊啊五年前啦。我哋都覺得好奇怪，乜嘢人去俾錢做呢啲嘢咧 ？OK， 咁但係嗰陣時咧，仲係有嗰種土共所謂同民主派角力嘅情況。嗯。咁啊，唔知啦，啊，又或者你政治嘅嘢可以諗，會唔會民主派有人俾錢揾呢啲人嚟掩飾？嚟顯即係嚟扮啊！嚟 pretend 到喂啊！我哋而家有啲咁嘅人喎，你係咪要投票俾我啊？或者土共嗰邊俾錢啊？呢啲一定係俾錢，唔需要討論嘅。呢啲人嚟壓住個位，顯示有做嘢，又或者製造嗰種矛盾，顯示喂香港嗰班民主派真係好撚大鑊啊！你繼續要支持我哋呢啲愛國愛港人士先可以頂住香港。嗯、每一樣嘅諗法，你可以自己。因應你自己認知同埋性格去判斷，但係一定大家唔需要質疑嘅啦。喂，呢啲係收錢做嘢嘅人，乜嘢人要俾錢？喂，好啦，但係而家冇啦，一壇嘢嘅啫喎，啊，即係我哋全部愛國愛國愛港者治港噶嘛。咁點解要揾呢啲人嚟排隊咧？哦，佢或者驚你哋好多市民去支持入咗個場度。顯得你哋肉酸啊！喂，你做呢啲嘢冇用噶咯喎，嗯，因為民意大家都心中有數啦。喂，講真，喺香港做新聞嘅咧，喺過去嘅日子入邊咧，好多咧，佢哋嗰啲政見啊，或者佢哋嗰啲為人咧，我都不為意甚，但我唔識佢哋，我就冇乜好講。喂，喂，但係屌你咪講，你問我呢單嘢。立場新聞呢單嘢做新聞嘅喎，你成日話喂一般嘅報導啊，唔會乜嘢嘅，點樣一般報導唔會乜嘢咧？喂，佢呢啲全部都係一般報導到不得了啊！咁而家個個嘛，我唔係話你叫佢哋喂唔緊要啊，你繼續去啊，香港需要新聞自由啊，做過乜嘢咧？喂，呢條線係邊個畫出嚟嘅咧？嗱，我唔知佢點判求情。今日咧有好多市民啦，同埋有啲記者，譬如話前記協主席啊，嗰、那個岑咩岑以蘭又有去啦。之前即係而家獨立記者啦，又有由 TVB 又做過阿鄭思思，好多都去。主要就係第一佢哋認識啦，第二喂大家都係新聞工作者，唇亡齒寒，嗯，亦都要令到啊。即係阿鍾佩權啦，嚇林少彤等佢兩個被告啦，嚇覺得唔孤單係有人撐嘅，嗯，咁呢一個我唔知啊，你諗下係人嘅，係一個人，你啲咁嘅撐，呢啲咁嘅支持，有咩實際作用咧？其實冇，但係如果你係佢嘅，佢撚到法庭屌你，原來真係全部香港人個個喺度睇世界盃啊，或者唔知做乜撚嘢，冇人理你。你真的會更加覺得前路暗淡啊！啊，法庭點判一件事，即係如果係香港人，我唔理你嘅政治立場係點樣，我點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判斷？個法官成日話啊，你哋嘅評論又冇基於咩事實啊？點樣點樣？喂，其實好多嘅咯，真係評論嚟嘅喎，有啲。喂，我找過你們通緝的人去訪問，都可以
代表了給一個平台去宣揚他們的政治理念，那你怎麼會經濟好啊？休息一陣。